脆炸的红娘鱼。还是用咱家的脆炸粉去炸的，然后你们不会做的，你们翻一下我之前的作品也有教程，就用这个鸿运达的脆炸粉，19.9块发10包，然后还赠送一包那个奥尔良的腌料。刚出锅的，这鱼肉都是蒜瓣肉，而且还没有刺儿，没有那种小刺儿，可好吃了。茄汁青鱼罐头，直
接，我这个是刚盛出来的热米饭，然后给它直接倒出来。你看这里边全部都是大块的青鱼肉，它这个骨头是软的酥的，你不需要吐骨头了，直接盖在热米饭上，然后加上葱花，加葱花好吃。直接这样就可以吃了，搅拌均匀。这个是红塔牌的大连的特产，它是93年就开始出厂的，30年了，听说是当地的一个老牌子，很多大连人从小都吃的。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，不用吐骨头的啊。有点太烫了，分开。